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3月18日消息，据国外媒体报道， Pinterest 将推出一个全新的用户界面，并增加新的功能，同时新功能将很快推广到 iOS 和 Android 平台。该公司表示，新设计将使网站浏览更流畅、更直观，并提高用户体验。新界面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增大图片尺寸和增加与社交媒体的互动，与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网络的互动，将有助于 Pinterest 公司进一步解决如何收费问题，增加如市场分析和市场营销的等领域的盈利机会。在这些领域，目前该公司还没有任何收入。同时推出的新功能包括基于 HTML5 的预览功能，在不离开浏览界面的基础上，用户将能够预览别人的分享以及分享内容的相关推荐。这项新功能基于视频网站 YouTube 的经验进行开发，因为 YouTube 发现在用户浏览界面给出更多推荐选项，对于增加用户浏览时间、增加用户体验至关重要。